那打伤小李的事呢？他怎么说啊？别说打人了，连一句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这种人，他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了？高局长，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不管他，怎么处理，按你们公安局的法规办。好的。那方常委和陈主任到底又是什么关系呢？现在的关系网啊，谁搞得清楚啊？陈主任还说了什么？他就咬定一条，说方志强岳父家的房子啊，应该算铺面。哎，我就跟他举例说呀，危房小区的居民在自家屋外摆地摊多的是啊，一律都没算铺面。如果在自家屋外摆个摊也算铺面，那在自己家生孩子，不该算妇产医院了吗？就是啊。在自己家里养只鸡，就算开养鸡场了。我说老郑，你也太没水平了啊！要是换上我，就一句话，这事不该我管，不就打发了吗？你呀，这是在把矛盾往高局长这里交啊！这叫做当副手的优越性，是不是？你这是耍滑头。我跟你们说啊，再接下去，对准我的电话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反正啊。不管是电话还是来人，你们都别跟我说啊，说了我也不会听的。说来就来了吗？喂，好，哎，是我啊。知道了。哎，谁呀？呀，你们盯着我看干什么呀？是我老婆打来的。我儿子数学考试考了95分。你呀？喂，请问您找哪位啊？哦，高局长他不在。啊，对对对，他出去了。嗯，没说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哎，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行吗？我是他的秘书小琴。哦哦哦，这样啊，好，那回头我让他打电话给您吧。好，再见。喂，哎呀，高局长他还没回来呢，不知道。他的传呼机坏了，昨天用掉的水也给打湿了。手机啊，他手机一般不开，节约用电嘛。你有什么事儿能跟我说吗？哦，那好吧，那他回来之后我告诉他您找他。行，好，再见。喂，金和平。哦，高区长是您的嫂子啊。哎，您好您好。这个高区长他在，您等等啊。喂，和平啊，什么事儿？听说你们分局抓了两个人。什么人把关系又捅到你那儿去了？你党校的一个老同学，外贸厅长。哎，你还记得吗？你不是介绍过我去找过他？我不记得了。喂，高峰不在。太不像话了。你笑什么？高区长，您刚才的样子可真不像一个区长。像个泼妇是吧？您看，您总不能老这么躲着吧？不躲，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其实说是什么好主意也不见得，馊主意倒是有一个。是吗？馊主意也说。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有一个同学，他在电视台工作。市中区旧城改造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市中区区长高芳同志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整个工程的有关情况。请坐吧。在座的有几位啊，是多次见面的老朋友了。我们市中区的旧城改造工程呢，始终得到了你们新闻界朋友的支持和关心，在此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喂，我是春城市有线电视台。啊，您找高区长啊？他现在正在开会呢。听说最近有人抢占估计现在正在发言。住宅楼，并打伤政府工作人员。啊，对不起啊，好，再见。请问高区长，对这两个人，你们准备如何处理？他们现在人在哪里？谢谢。这位记者刚才说的情况呢，是属实的。两个行凶打人的首要分子，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至于如何处理，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我是春城商报的记者，听说那两个带头闹事被抓的人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强大的后盾，请问高区长，你们准备如何面对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你们会不会迫于某种压力而放了这两个人？谢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只要触犯了刑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人情和法律面前，我们永远选择后者。但是不瞒大家说，压力也是有的，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决心。市长，宣传部陈部长来了。啊，请他进来。你请。好，你好，老陈啊。你好。李市长，来来来，坐坐坐。昨天晚上呢，我们接到了《春城日报》一篇文章的清样啊，我看了以后呢，有点吃不准，我就给张书记看了。那么张书记的意思呢，就是让我请你看一下。啊，市中区旧城区改造新闻发布会上，高方区长的答记者问，啊。我说小秦啊，你就别找了。不管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啊，所有重要的文章和节目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我们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啊，肯定是审查时候就没通过。小秦啊，再给电视台的同学打个电话问问。我看算了，别把人家弄得太为难了。那你不是白忙了一场吗？没白忙，至少啊，我们向新闻界的朋友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市中区开这个新闻发布会，我并不知道啊。你们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我想的是，既然是城区改造工作的新闻发布会，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来谈抓人的事情呢？改造城市，应该多谈一些工程进展的情况，多谈一些所取得的成绩。几个闹事的人何必说那么多呢？这几个记者也真是，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是重点，如何剪裁嘛。李市长，你大概不知道吧，昨天被抓的人是我们市常委老方的侄子。也许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高方有点顶不住了，他想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堵住那些人的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些话不是直冲冲地把矛头指向老方吗？这个不知内情的人看了，那是一点毛病没有；如果是知道内幕的人，那一看就全清楚了。这个高方，搞什么名堂？关键是老方他还没回来，还在北京开会呢。
也许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儿，是一些人在背地里捣的鬼。我想，如果把这个新闻就冒冒失失的发布出去，这可是好像不太负责任啊。不行，这篇文章绝对不能发。我要找他好好谈谈。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怎么还这么不成熟？喂，你好，找谁？哦，高局长不在。于市长。喂，于市长，我是高芳。哦，好的，好。哎，怎么了？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张书记的意思是，高局长他们抓人是对的，应该支持；他们争取社会舆论的声援也是对的，所以那篇答记者的文章也就不应该再发表了。不过，我们应该请新闻单位发表两三百字的文章，就说有人闹事儿，搞打砸抢，给公安机关给抓了，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呢？既给广大的群众有了一个交代，同时呢，也帮助高方堵了那些说客的嘴，您说是吧？嗯，这个办法还不错。张书记还特别说了，高方是你的一员爱将，就凭他在旧城区改造的那些胆识和魄力，也不失一种大将军的风度。我们对这样的干部，应该送补药，而不应该送泻药。嗯。那你转告张书记，说我谢谢他了。好。都是我出的主意，让市里领导处分我好了。就是追责任，也落不到你头上吧。哼，我就不明白啊，我们究竟错了什么地方？两位领导大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何必在这里干着急呢？于市长，哦，来了。你坐，先看看这个。坐下来慢慢看。这事成了，真的。太好了。当然成。我这次把朱建华带到珠海，让他直接去找那个吴烈文。朱建华随身就把伪造的朱元朝的委托书啊、执照啊、印章啊，反正什么都有。他原来在朱元朝手下干副总经理，准备这点东西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和吴烈文一见面，就照着我交给他的话和吴烈文交谈，两人一拍即合。吴烈文早就想把这笔资金抽出去了，哼！现在又来了一个带着委托书的朱建华，对他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哼！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吴烈文拿着他的钱，已经潜逃国外，无影无踪。哼！朱建华拿了我给他的50万，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而朱元朝那5000万，我就不客气了，拿过来把你们的账全部平掉。这件事儿做的真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啊！好，太好了。看完了，嗯，作何感想？我的评价是不错啊，可是你回答问题的火药味儿，比海湾战争还浓吗？于市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知道知道，你要是还有一点办法，也不会出如此下策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毕竟是市委副书记一室之长嘛。我是不想把矛盾上交。你这是虚荣心在作怪。
你担心人家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没有能力，对不对？不，我是不想给你添麻烦。这两年你给我添的麻烦还少吗？你不是说高局长有项目找我谈吗？啊啊，董事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是我让他来的，汇报一下南边公司的情况。啊，我的事儿已经禀报完了，董事长、总经理，我就先告辞了。这个人我早就对你说过，不能重用。你怎么还把他留在公司里啊？啊，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代替他，所以就……荣夫啊，我一直对你说，山海无情啊，稍一不慎，也很坚固啊。哎，对了，朱总经理，你不是答应过他吗？要陪于小姐一块到珠海去。怎么现在还没成型啊？啊，前一阵子大家都很忙，现在倒是可以去了。嗯。区长，您回来了。谈过了。爱 K 了吧？高局长，这么说我们完了？没完。真的？太好了！看你进门那样子，把我吓一大跳呢。这高局长太棒了。爸。啊，新宇啊。哎。你这是干什么去啊？这是一幅画，我拿去展览。哦，好，那你去啊。那我先去了。哎，董事长，外面有位姓周的画家，他想拜见您。姓周的？对。画家。嗯。好吧。你请他进来。您大概就是杨光兰董事长。我是周星宇，画家。哦，周先生，幸会幸会。幸会。请坐。谢谢。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件你非常感兴趣的东西。这不就是那幅老街的记忆吗？那么你就是高区长？不，今天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身份，画家周星宇。哦，周先生，失敬失敬。杨董事长，我听说您非常赏识这幅画。不只是一般的赏识，而是把它看成是一幅艺术的珍品。谢谢，杨董事长，我也听说您曾经多次表示要收购这幅画。是的，是的，我也问过高老先生和高区长，他们都说这幅画画家本人要永久珍藏，是绝不转让的。杨董事长，现在画家本人改变想法了，我愿意把这幅画
转让给您。真的？这是我本人的意愿。你真的愿意把这幅画让给我收藏？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周先生突然愿意出让这幅画，是不是家里面经济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没有，这只是我个人的行为，和我家里人没有关系。周先生，我需要付出多少钱才能得到这幅画呢？50万。50万，这个价钱很公道，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那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交了？当然。杨董事长，我只有一件事情拜托您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的人。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个人行为，我会对这件事情负完全的责任，行吗？可以理解。董事长，高局长来了。请，请他进来。好的。杨先生您好。高局长你好。哎呀，哎，你好，杨董事长。陈先生你好。杨荣发总经理不在啊？他今天陪朱总经理的那儿于小姐到珠海去办点事。哦，您说的就是朱总手里那批房产吧？嗯，我听他说过，在这件事情上，您真是费了不少心了。哎，谈不上，谈不上，朋友之间，这都是应该的。请坐，请坐。好。我今天来是受区政府的委托，一是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二呢，在金耀集团承建的新农贸大楼落成以后啊，发生了一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今天代表区政府和我个人来正式向您道歉。谢谢，我接受你们的道歉。不过高局长，我更关心的是贵方将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您放心，我们内地啊是个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高局长，恕我直言，听说那两个带头闹事的人是你的上司的侄子。杨先生，虽然我们这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有一条请您相信，不管任何人，只要他触犯了法律，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的意思是那两个闹事的人没有逍遥法外？我正想告诉你，他们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哦，虽然呢我不能绝对的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情，但是出现一件我们就处理一件，绝不会让你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丝毫的损害。真没想到高局长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就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杨某实在是佩服啊。杨先生，谢谢你们的配合。
放开。有事吗？啊，我找你们的高区长。区长，啊，有什么事儿？我女儿啊，让我来找她，她和那个高区长是朋友。你女儿是谁啊？陈启平。嗯，你稍等一下，我去联系一下。哎呀，陈伯伯啊，你来的正好，我呢，正好有件事情啊，也想跟你谈谈。高局长，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就是朱元朝呗。最近呢，我听说啊，有很多人也在给他介绍女朋友，但是呢，他一个都不答应。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说。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不是有人了？不是，我看他呀，对你女儿还怀念在心呢。这孩子吧，是我亲眼看来长大的，他可是最讲义气的人。陈伯伯，你说他们两个还能不能重新走到一起啊？他们俩的事吧，是我一手包办造成的。一看到他们现在这个结果，我这心里吧确实感到不安。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都不是20年前的小青年了，也没有人呢可以让他们干这个，让他们干那个。但是我觉得啊，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在中间做点工作呢？这能行吗？哎，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啊。喂，朱总吗？我是高芳。我跟你说呀，陈伯伯到我这儿来了。你说哪个陈伯伯呀？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你的长辈嘛。那好，你听我的安排。高局长，哎，好。哎呀，陈伯伯，您好，您好，啊，我在。陈伯伯，朱总听说你来了，非得请你吃饭，我是被他拉来作陪的。是这样，那太难为你了。哎，别这么说，快走，快走，来，请进，里边请。来，陈伯伯，您尝尝这个。谢谢，谢谢。来，哎，你们吃，这不错。来，您来。陈伯伯这次来啊，主要是为修羽绒厂的事儿。啊，那到什么程度了？这地皮呢，早就批示下来了，主要是建设厂房。那就看看我能帮什么忙。主要我们市里啊大兴土木，建材奇缺，很多东西都买不着，是吧？就是。另外啊，这建筑队也不好找。行，你的这个建筑队啊，好一点的都跑到城市去了，这一般的呢，这水平差的也太远了。这修建厂房啊，可不是垒牛棚，质量啊又是高的呢。是。不是，如果要是原材料方面的事儿呢，我倒可以帮着想想办法。朱总啊，你二道湾那儿的房子不是已经封顶了吗？你完全可以抽调些人，组成一个强悍的建筑队，帮陈伯伯把羽绒厂建起来。我就是有点担心。你担心什么？我是担心季平会生气。你去帮他建厂房，他会生什么气啊？不是，他那人的脾气你们都不清楚。我因为伤过他的心，他这辈子也不会理我了。那就见了面以后赔个不是，道个歉，多给点笑脸，多给点关心，不就得了吗？要是像您说的这么简单，我不是早去了吗？就算他恨你，你帮陈伯伯建厂房，他能怎么样呢？再说这次是陈伯伯请你去的，什么事情啊，由他做主，是不是啊，陈伯伯？那是那是。好，这件事情啊，就这么定了。朱总，陈伯伯第一次来，我们俩敬他一杯。哎哎，来，陈伯伯，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来，谢。高区长。喝杯茶。
你这样一位大老板，就选在这儿住啊？已经不错了，来坐。哎，与其在衣食住行上摆阔，还不如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呢。在这点上啊，你和朱元朝就大不相同。对不起，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们俩不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吗？你为什么对这个名字就这么敏感呢？好了，不说了。你这回来要多住些日子吧？对，主要是那个羽绒厂修建的事儿。嗨，在家乡揽了这么大个活儿，以后看来要经常回来了。好吧，今后啊，只要有空，我就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要有什么难处呢，也尽管提出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工程师，负责工程技术。这位呢是冯队长，是工程队的队长。哎，你好，你好，他是袁朝的老搭档了。知道，我知道。哎，你们应该认识啊。认识，认识，认识。走吧，行，来来来，走走。你看，我叫你去跟高局长联系钢材水泥的事儿，你倒好，把朱元朝的人给叫了。是这么个事儿。袁朝他知道我们施工单位啊没落实，他非得把这活揽下不可。当时高局长呢就在那打圆场，我能不同意吗？那朱元朝怎么知道你去的呢？我找到高局长的时候吧，朱元朝就在那儿呢，汇报工作。我看啊，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丫头，你咋这么说呢？什么叫没安好心？高区长在这里修建一个大广场，真是大手笔呀！杨先，您可是建筑业的老前辈了，这几年呢一直在国外搞建筑，见多识广啊，给我们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吧。具体的什么改进意见都好说，不过请原谅我冒昧地问一声，你们的资金渠道从哪里解决？我想请问一下杨先生，如果在国外搞这样大型的市政设施建设的时候，都有哪些资金渠道呢？主要是政府拨款，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动用专项的积累储备金；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借钱；第四，第二项和第三项都是要政府拿不动产做抵押的。我们区政府啊，那几间破房子白送也没人要啊。仅靠自己的建筑储备金的积累，你们需要多少年呢？那就更没法说了。杨县，你刚才说到第四条还没具体说呢。哦，对，第四还可以依靠个人和团体的捐赠。哦，是吗？可是这种情况非常少有，世上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你说是不是？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吧。好。怎么样，住的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嗯，好，我们这是农村，环境比较差，不敢城市，你们多包涵点儿。哪里哪里，这是环境比我们工棚的条件好多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找村长或者找我爹也行。嗯嗯，我还有事，你们先忙啊，我走了。哎哎哎哎，什么哎？我没姓名啊。陈阿姨，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今天就要回市里边去了。
那您慢走吧。您就没点什么指示？指示？坐坐坐坐坐。哦，对了，他说呀，他真想不到，他真想不到你还能这么慷慨的帮助他，他非常感动啊。他说要是见了面啊，他一定要当面的向你道谢。谢谢，谢就没必要了。说心里话，他能够接受我的支持，我心满意足了。还有呢？啊，哦，对了，三婶还跟我说了好多话呢。三婶说什么了？多着呢，什么什么，还像不像以前那样天天喝酒？什么衣服脏了谁给洗什么的？哎，不是，你怎么回答三婶的？我说酒喝的比以前可少多了，这洗衣服有小天使。什么小天使啊？我这哪个女的叫小天使？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小天使，小天使是名牌洗衣机呀。啊，这对。哎，那这事儿你跟三婶解释清楚没有？小天使是洗衣机啊？我说了，我特地的跟他说，还是全自动的呢。那还差不多。哎，你这样，马上去差人买台小天使洗衣机，放到我办公室里边。你不然的话，哪天人家一来一看没有，又觉得我在骗人家。哎，好好好，我知道。关于融资修建广场的事，我已经向新加坡总部做了汇报，可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有他们的消息。对不起，高局长，我们承建的中山大道那几段路，是到处融资的，弄得焦头烂额了。哎呀，人家是搞到了赞助啊，才立项目。我们倒好，钱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啊，房子已经拆了。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人家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路还是有的，这广场不盖就是了。刘杰，广场必须盖。你打算破釜沉舟了？对，就像当初啊，我们决定就去改造一样，破釜沉舟。这事儿要办呢，我觉得也方便。咱们就像当年修光辉体育场那样，大家伙捐。可是当年捐光辉体育馆，那是动员了全国各地的个体户啊。我们这个市中区行吗？秦秘书同志，这你就不懂了。咱们高局长他可以亲自下指示，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把所有人的收入，哎，大小画出个杠杠来，然后就是。强迫加手段，行政加自愿，你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不是也得执行吗？朱元朝，哎，不是，人家其他地方就是这么做的嘛。市中区绝对不这么做。行，要不这么做，那就完全凭自愿。要这样十块八块的凑份子，得凑到猴年马月呢。反正我是认为啊，有钱的老板就得多捐。哎。我们这些老板当中啊，朱司令，你就算是大老板了。你先说，你捐多少？我这，咱这么说啊，要不是龙门大桥这件事儿，我至少拿出50万来。我们这些人啊，哪个不是把店箱底儿的钱都拿出来搞开发了？是，可是我们这些人跟外商比起来，只能算是小老板。可是那些有钱的外商，偏偏又不肯把钱拿出来投资。哎，这个倒不能这么说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外商兴许有外商的困难，是不是？喂，啊，于小雅，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怎么样？吐了几口血，现在醒过来了。还吐血了？嗯。
医生说他是急火攻心，把血吐出来反而对他好一些。什么事情把他急成这样啊？高区长，总经理这次可惨了，他一下损失了好几千万。你别急，什么事情啊？慢慢说。这次总经理派我到珠海去调查那批星洲花园别墅的事儿，杨董事长呢还特意派了杨总经理和我一起去。我们到那儿一调查才知道，早在半个月前啊，和总经理合作的那批人有个叫乌列文的，他们伪造了各种文件，向银行贷款了1亿多，现在携着款子逃跑了。我今天回来一向总经理汇报，他当场就……总经理，总经理，高局长来看您来了。哎，赵局长，你先别动，好好躺着。高局长，想我已经明白生活原来的色彩，你潇洒的可以，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你。我知道你也曾被爱，知道你并不怕伤害。为了你我忘了过去将来，只想带我是来向杨董事长借钱来的。你准备接收朱元朝的工程？谢谢你把我朱元朝从坟墓里拉出来，谢谢。高局长，这广场我来修。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姓杨，叫杨靖远的，你认不认识啊？杨靖远？我是来请罪的，我是来赎罪的。